西门町商圈大大小小案件每天都在上演，当地治安问题往往是辖区警方首要任务。但四年前，时任台北市长做了这样决策：要是四个变两个，先整并一次。如果 OK 的话，将来台北市政府大概在20人以下的派出所就会考虑整并。2019年，柯文哲任内将万华四个所合并变成两所，汉中派出所成了历史。但今年11月，汉中旧址悄悄重启，成为机动派出所。现在6号出口的每天的流动量很大，而且我们这个西门町的道路几乎都是单行道。你看他们那边要到这边来，要绕很远才能够到这里。摊开地图来看，汉中所和武昌所合并变成西门町派出所，仅立共58人，人力上没有太大改变。但西门所到徒步区变得更远，750公尺，而旧址汉中所则只要270公尺。因此，当地商家和议员研讨后，除了将汉中所改为机动派出所后，也在徒步区增加另一个机动所。距离远，能见度也相当低。那许多外国观光客遇到要报案，根本找不到派出所。柯市长任内合并派出所这些政策根本就是错误的。现在那些废除的派出所，有些在养蚊子，有些根本荒废没有人用，真的是很浪费。疫情后，西门町商圈再度涌入人潮，甚至还有不少外国观光客，人多案件量也相对增加。徒步区内增加机动锁后，通报警力更加快速，但绕了一圈，从合并又多增设机动点，柯市长的政策似乎成了多此一举。三选正常徐湘云台北仓报道。